一年一度的全浪音乐节又要来喽 ！MC 哈豆与乱弹阿翔今天出席宣传记者会，身为门面嘉宾，那就要来考考大家，知道全浪的精神是什么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是在公司的。全浪的精神是什么？陈总，精神是超爱地球，超爱音乐。超爱地球，超爱音乐。你们也太妙了吧！认真一点啦。这次春浪难得不在垦丁，也换了主题，结合了两岸乐团，要来交流一下音乐。不过这名单中有亮点，就是天后王菲女儿窦靖童。其实我对那个窦靖童很好奇啊，因为小时候都是很喜欢听王菲跟窦唯的音乐，其实他们想要女儿也出来搞这个音乐，就很想听她到底在唱什么东西，对，是文青吗？还是那种叛逆的，这次期待他是王菲的女儿搞音乐，不觉得很酷吗？对啊，所以之前有听过她的音乐？我没有听过她的音乐，但就想要这次，对，听听看她到底是在干嘛这样。怎么听起来有点呛啊？不过热狗版就这样啦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热狗的音乐就要有辣妹。今年没在海滩办，到底会不会影响热狗的演出呢？那个，就大家都在一起，会想一起。不会啊，没差啊，有哪有差、啊？对，没差没差。但是没有辣妹可以看。还是有，你们小看那个台北年轻人的那个，因为其实那个电音趴其实超多女生穿超辣的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就是在享受电音的同时，他们也在展现自己的美好的一面。这么听热狗讲起来，有点像社大叔啊。